有没有东西吃？糕点啊！有没有东西吃？对不起啊，我们赶时间。阿聪，阿妈，我是吃聪明的聪。你会不会自己回家？我会，我会。阿聪，从这里你懂得怎么回家吗？那边，那边是吗？走吧。哎，哦，那边呢？好，那，不如我们大家去警察局吧。我不要警察，不去。那你让我看看，你身上有没有地址或者电话号码？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. Recruit him. Sorry. Yeah. Recruit him. Chloa. Boris. Alpha.我很怕，你是啥的啦？从你背来的啦？我的领头。哎呀，讨厌，人家紧张忘记了吗？算了。不要怕。好像是我的领队。哎呀！喂！有鬼在我的家！喂，是我啦！差点被你吓死！是谁吓死？阿静啊！Sorry 啊！怎么了的？干嘛打我？干嘛偷袭我？我没有，亏我一直把你当朋友，原来养了一条狗。好，是我做的。其实我很早就要揍你了，因为你真的是老大吗？要不是你老爸有钱，我才懒得听你放狗屁呢。有种你就不要吃我的用我的，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住，没用的废物。拜托，你真的以为 Angel 喜欢你吗？他只是看上你的钱。那又怎样？我就是有钱，你有吗？哈巴狗！妈的，你这个死富二代，以为有钱了不起啊？大白痴，大笨蛋！闭嘴！我偏要说，你找枪手的事也是我说出来的，可惜学校没开除你。啊！原来是你！你真的要炒掉我吗？对不起，这次我帮不了你了。Boss，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的。我妹妹还在念大学，我弟弟他有自闭症，需要很多照顾。我妈妈身体又不好，她无法工作。如果我忽然失去这份工作的话，我家里会很惨的。Boss， 你又想炒掉我，又给我钱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原来
你知道这件事，我也不希望你和申敏一样出什么意外。这张支票你就收下吧。你是说申敏出事根本都不是一场意外？不行，这是犯法的。我要是贸然出事的话，我会连累到我的家人的。我不可以，我不可以让我的弟弟、我的妹妹、我的妈妈出事。我死了以后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谁又把我打得过他？等我练出六力，应该可以顶得住被他打。No， 我觉得英雄不吃眼前亏，我没有必要跟他打硬仗。对，不过明的不行，咱们可以来暗的。哎，我们像是这么下流、无耻、肮脏的人吗？我可是孝董的儿子，我怎么能做这种事？放心啦，这种事哪里可能让你来做嘛？啊？那我们做？你想太多了，不是我们，是你。我？这样好吗？你是不相信他，还是不相信我 ？Kiss 他报仇？那，我觉得太便宜他了，不如我们来点重口味的。把衣服装回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其实脱衣这个主意还蛮不错的，不过要 live。为什么？不准碰他。为什么？啊！隔壁崔小姐们，老大请。老大，好消息，老大，哎，你的粉丝人数破了30万。30万哎！哎呀，我们太大惊小怪了，才30万，要破100万才值得庆祝嘛。对，你那句“机会是留给有努力的人”已经是大家的基本素了。鸡汤，我想喝。是心灵鸡汤。啊，对了。昨天我看到我们又多了一个粉丝团，叫 JRBT。LGBT。JRBT。RBKD。JRBT。截然不同粉丝团。其实我真的没想到哎，我经常打架闹事，就坐过大龙的跑腿，竟然不用下去改造。你给了一个肾给你爸爸，那是大大的孝顺，帮你加分呢。哎呦，他需要我不是给他哦。狗仔，狗仔，爸爸。臭小子，真的像你爸，他好吗？他住老人院，换了肾都没有用。哎，你很快要看到他了。哎呦，走。10秒也太快了吧？那就射出电流，让他们昏倒吧。这里的武器很60年代哦。那我们就练射击吧。谁想先来？咪！哇，我可是射击高手，这次狂放可以的。哇，你 almost 被非礼嘞。人死了之后还是会感觉冷，这不是冷哦，是心寒。到底要给多少好处才能有像他这样的待遇？哎，你个小子呀，你还要中多久啊？哎，出来呀！神经病，等一下得罪队长了。他有靠山的，乱搞啊！啊，老马队长，你喜欢听歌是不是？今晚有表演。巴蒂没有你不好玩的啦，你有空就来一下呗。好了，不要再哭了，不要以为你们自己很可怜，看一下窗外吧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黄泉路。看到了没？他们就是作恶多端的孤魂野鬼，地府不收留他们，他们也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。知道？不是吧？才过多久你们就变成这样？想回去啊？等久久吧，拜！哎，干嘛？坐回去。